国议会董事长施林向阳受到邀请，伫瑞典的蔡斯楚马图书馆念一下台语诗，受到当地民众真大的娱乐哦。向阳讲，虽然瑞典的民众不一定了解台语文，也毋过透过台语的声调，伊咪当感受到台湾话水。掀开阿爹的红包，无半粒面，三条菜脯，含一千餐饭。台湾作家向阳伫咧瑞典川斯楚马图书馆念伊的诗《阿爹的饭包》，向阳受到已经过身的诺贝尔奖评审马瓦连牵手陈文芬的邀请，伫瑞典时间十六暗时六点举办诗歌朗读会。台湾人，文学家也好，诗人也好，这几年来啊，用讲较少过来。瑞典人，因的头前念因毋捌听过的台湾话，会写出来诗。这也是一款啊，真特殊的经验。那他说他想来，那我想他既然来了，就不要只是拜会啊、上坟啊这一类。我觉得他应该来读诗，因为他很会读。阿姐倒转来，带烟枪水果，带真侪好耍的物件。阮上喜欢的是这副爱人的一身布的喜洋啊。其他的诗在现场拢有翻译做英文甲瑞典文，就这首搬布袋戏的这副无安排翻译，向阳哥特别以搬布袋戏口白的腔调来念，结果是现场侪侪民众反应上热情的一首诗。语言啊，虽然讲无法度完全的理解啊，但是因透过我的朗读啊，用感觉到台湾话的会考啊，甲台湾话水。除了阿爹的饭包甲搬布袋戏的这副，向阳也有朗读世界点睛落来的诗，甲四季系列书。向阳讲，伊即摆来瑞典，除了读诗，也安排拜访瑞典学院，佮有到大学演讲，参世界小界台湾的现代诗。记者讲，就随台北报道。